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我们这个机会来学习上帝的话。以下这个思想的题目就是坚固信心的基督门徒。或者信心坚固的基督门徒，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你等爱罪念亡日蒙了光照之后，所忍受太沉重的各种苦难，入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虚惊，含众人观看，入面批判那些受这种苦难的人，认为你等提示了那些被困锁的人，并且你等的感觉被人抢去，这甘心忍受，低头去个就更为长存的感觉。所以你等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在中的心必得太丧失。你等必须忍耐，是你等行完了心的旨意，就可以得出所进去的，因为很望很久一点点的时候，那一来的就来，并不迟钝。此刻你人必人心得胜。遇着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的，我等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意志、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切记。跟随主耶稣基督呢，这个哎要信心，因为你人必人心得胜，所以这个哎做一个信心坚固的基督门徒。这希伯来跳起来，这个看到这希伯来所作者那个下半那时候的信徒的人实在受到各种各种的苦难，但是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呢，不会失去信心，不会退后，不会离开主。特别讲到呢，一旦按坚固一个信心，一旦好像向上结果向下扎根的基督门徒。所以我们做一个信心安坚固的基督门徒，信心坚固的基督门徒呢，体质呢，他能忍受各种各种的苦难。虽然我们被毁谤，因遭遇患难，心了虚惊，含众人观看，实在人比到我们的信仰跟信心本人的其小，我人家，你好像人家来寻庙去见，所以佮等唔会离开住，跟日中诶先靠住，在遭遇苦难必备佮等认真，献出佮等的信心，给人。第一，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是有盼望的，是一定所依靠的。第二呢，信心坚固的基督门徒呢，能够提示受这种苦难的人。当一旦一边受到苦难的时节，一旦人在一面批判那些受这种苦难的人。第三十四节讲到那真被你等提示了那些被困锁的人，所以给等在苦难中，给等有坚强的信心，给等在去提示去关怀受到苦难的弟兄姊妹，给等在去照顾有苦难的弟兄姊妹，给等在用最爱。
来去服侍在困难中的弟兄姊妹。所以第三呢，坚固信心，信心坚固的基督门徒呢，基督能肯定自家要建立好长存的根业。虽然基督的根业被人抢去，基督的甘心忍受，因为基督地托基督要尊恨的根业，基督要勇敢的心来去面对一切，因为基督地的七家就跟美好长存的感染。所以第三十五节讲到，所以你等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在中的心必得太丧失，你等必先用耐心，你等行本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出所应许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信主耶稣呢，这个灵魂得救了，这个人信心建立了，这个就美好长存的感染，真正的生命，还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这个将来得着太丧失，如果这个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坚持自己信心，信主信到底，自己不去退后沉沦的那等人，来去自己要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到十二节讲，被你受逼迫的人就服了，因为天国是基督的。人若因爱辱骂你等，逼迫你等，捏造各种非法诽谤你等，你等就要服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等在天上的赏赐是太的，在你等之前的先帝人是这种的逼迫你等。所以主内听姐妹们，这个坚持这个信心，无论在世界上遭遇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个更显出这个是信心坚固的基督门徒。这个祷告，慈爱天父上帝，感谢上帝，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你在我们世界上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好像主耶稣一留下对我们帮助，是当我们人靠着心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靠着主耶稣基督每日的人头带领，主耶稣让我们同在，逼迫我们力量来去面对一切。求上帝祝福每位主的子女，让我们就坚固信心，信位信心坚固的基督门徒，跟从主到底，忠心爱主，给上帝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